子，我的兄弟们都是我嫂子做的，我的兄弟让我喊我嫂子，他说你有什么权利不带我嫂子的命，不愿意嫂子的东西，连大家都想想连狗王的他们又来撒野来了，又来撒野，你们看一下啊，你们看一下他们怎么来打人的啊，去啊，光鸡蛋的。有没有另外一个？拍照，拍照。快点，另外呗。啊！先报案，我们先报案。与他有点关系。都是被捕吧，都是被捕的，都是老汉子。你们的良心在哪儿呢？你们良心在哪儿？你们良心在哪儿？俺现在都坐着法律在嘞。你要现在把该坐的法律证，你不要办理留资料证。你现在坐的法律证，你的身份是什么？给我看一下，警察是哪个地方的警察啊？你是哪的警察？哪个地方？看一下，看看是哪个地方的警察？你哪的警察？你哪的警察？哪个地方的警察？你哪的警察？张坤，他叫张坤。张坤。张坤才是警察。威武啊！这警察真厉害呀。警察战无不胜，警察打人不管呢。你看这警察战无不胜，看打人不管。警察战无不胜。警察好威武啊，战无不胜了。刚才枪不打人，你们警察。
来，有警察来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。那时候他就哭了，当时他就哭了，他最后还是说，他还是相信他见人民，政府能够给他公正的处罚。在庭审中间，他拿出了一块黑布，我们就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。然后今天的那个律师，他们的助手非常好，帮田西很多，发现他们中间的有很多漏洞。那个公诉员，我听得最清楚的就是两句话，就是说，第一个他是认为我们的工作不细致，第二个是我们失职，他这两句话他都承认了。他这要求数学感染者用合法的渠道去给自己维权，但是他们却把所有合法的渠道都堵塞了。然后等他发表这篇愤怒的时候，他又说你去用合法的渠道，可是去找他们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理会，根本就不给人活路。就整个现在过程还算顺利的，田喜呢也表现得非常配合，然后这个他们的证据确实也存在很多问题，在我们提出这些质疑的时候，公诉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确实在证据方面存在问题。就这个一事不耐罚的原则，他们好像有一些辩解，但是实际上他们这个辩解是非常苍白无力的，因为这个按照这个行政处罚决定，还有这个法律规定，他们是完全是这个行政处罚是做这个前期的做出是正当的。那么他前期这个两三次行政处罚做出以后。三次行为做出一次行政处罚之后，对吧？和后两次累加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违背公平原则和一事不耐罚原则。这个，我觉得是，这点我们也指出，他们应该也会考虑到这一点。您认为田喜能够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吗？这个，因为看他们的办案程序来说，我估计公检法三家会有一个配合。那个，因为昨天我们入住的宾馆，这个好像法院、检察院昨天就已经到这。三家可能会已经在开会讨论这个事情了，那么这个是否是在考虑在听诊之后会不会考虑我们律师的辩护意见？可能这如果说他们考虑我们辩护律师的意见的话，他们会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；如果说他们不考虑辩护律师的意见，就是依据他们公检法三家协商好的，那么就没有公正判决了，就没有公正判决。谢谢您的采访。